真的不行了，我还不知道咋喂它草了。剩下一些草木吧，网上说要做草饼，但是那个也不是很简单，我感觉还得把草打碎了和什么麦片、燕麦什么混在一起，然后在我们这烤箱里边烘干。哎，你就这么吃吧，吃不下的塞仓鼠笼子里当垫料。哎呦，这一地呀，我已经扫过两三回了，呀，简直呀，靠新买的这些东西不是很好使，它剪指甲那个也不好使，因为它不让剪，剪指甲那个不是嗡嗡的响吗？它一碰上它就跑了，这倒霉兔。哎呀哎呀，无语死了！天啊！